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潘健身中医师。男人咧就最怕就系冇腰力啦，从而影响到个性功能。咁如果真系冇腰力，咁应该点算呢？咁喺中医嘅角度咧，其实腰为肾之府，即系话腰部咧其实全靠肾嘅濡养先可以令到佢唔痛。如果有酸痛咧，好多时都系一个肾虚嘅症状。咁点样处理呢一个肾虚造成嘅腰痛呢？我哋首先要分为肾阳虚同埋肾阴虚嘅症状。咁除咗腰痛之外咧，腎陽虛嘅人咧，好多時就會比較攰啦，容易怕凍啦，同時間會有尿頻啊，甚至性功能減退嘅症狀喎。咁啊，腎陰虛調翻轉咧，其實就比較會有啲虛熱嘅症狀，例如會有頭暈耳鳴啊、口乾舌燥啊、潮熱啊、盜汗啊、心煩啊，甚至夜晚瞓得唔係咁好。咁所以我一定要搞清楚，你係屬於腎陰虛定係腎陽虛嘅一種腰痛喎。咁其實市面上咧，亦都有好多中藥材咧，可以改善腎虛腰痛嘅情況，例如有鹿鞭啊、鹿茸啊、巴棘天啊、人參啊、海九丸呢一類嘅藥材。咁其實呢一類藥材咧，佢哋都係偏於温補腎陽，所以非常適合頭先我所講一啲腎虛型、腎陽虛型嘅一個腰痛嘅情況。咁啊，如果你係屬於腎陰虛型嘅腰痛，例如有潮熱啊、口乾啊呢啲虛熱嘅症狀咧。我建議你要諮詢下你自己嘅中醫師先可以食喎。